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.暗王魔龙的攻击越来越强了，还有什么办法吗？有了，蓝夜，你专门攻击暗王魔龙的双手吧。为什么？先封住他的攻击。蓝夜，上吧。我明白了。金兽猎神冰之力，寒冰双连射。 通通都毁灭了！大家要加倍小心，他的攻击越来越强了。没时间跟你们玩了，结束战斗吧！嘿，呀！ 哎！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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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星辰，坚持，把你的御龙之力提升到极点吧！啊！居然还能有这么强的能量！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快说快说！我发现魔龙在发射后的瞬间，左手掌心出现短暂的褪色现象。我认为星标志褪色是因为他全身的能量已经瞬间发射出体外，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应该是属于不设防状态。我们趁这个时候攻击他，一定可以打败他。世界只属于我暗王魔龙一个，你们给我消失吧！他想干什么？他想把大家都毁灭了！太自私了！不能让他那样做！我要用最后的力量来毁灭世界！世界是不会消失，因为我们是星兽猎人。
要守护我们的家园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